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《望世界》。都在说人应该与动物和谐相处，可是现实生活中，人类却做了许多伤害动物的事情。为了经济利益，乱砍滥伐，破坏了动物的栖息地，使它们无家可归。其中，海象也是被人类害惨了，海上集体跳下悬崖，拍摄者看得掉下眼泪。接下来就一起看看吧。在国外拍摄的一个关于海啸的纪录片中，有这样惨烈的一幕，让人触目惊心。看到以后根本缓不过神。 在接近一百米的悬崖上，一只接一只的海象从悬崖上坠落，笨拙的海象直直的摔向坚硬的岩石，它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缓冲机制，全身伤痕累累，它们根本无法适应这样的场景，让人看得非常难受。其实人类应该去反思一下，为什么海象会这么做？随着气温变暖，海象逐渐失去了栖息地，它会不会慢慢的逼退到海岛的悬崖上？海象想回到大海里，它们饿的时候必须回到海里觅食。 但是他们的视力很低，对于悬崖的高度根本没有概念，相互之间拥挤踩踏，这就导致海象坠崖的事件屡见不鲜。而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人类。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赞和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